这次我是把一些中国元素，跟欧洲西方的一些设计相结合，是一个中西的混搭。那么我把这个牛仔，用一些中国民间的一些年画印染效果，跟一些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一些壁画结合起来。牛仔它是一个这几年也非常流行，所以我用一些水洗的一些工艺，通过水洗的效果呢，把一些色彩的层次，还有一些时尚的一些元素，通过这种工艺去展现出来。其实中国的很多元素，现在被世界上很多设计师还有品牌所利用。我觉得我们在生出中国，应该把这个中国的元素很好去挖掘。